乍看是不是还是很乱，但是你自己看。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这个束带给它全部束起来，然后我们的想法是所有的线全部吊起来，就直接挂在荧幕后面，我们就可以完美的把这么多的线全部藏在荧幕后面，我们就直接来给它挂在。乍看是不是还是很乱？但是你自己看。我们把一大堆的线全部用这个黑色束带全部给它捆起来，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挂在我们的荧幕后面，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线消失不见。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荧幕想办法放回去，然后把我们的线摆回去，看看到底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呢？